法既然入咱的心，善的种子呢，在咱的心地在咧发芽啦。咱这个菩提树呢，爱好好顾好好啊，人间会当做就是福吼，所以咱爱不断造福人群啊，培养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好好思维修专心啦、定力啦、智慧啦，自然啦，最终那就是佛的果位吼。所以咱唔免去计较，什么时阵总是把握现在，行持刹那，做得对啦。受记品是大圣妙法莲华经第六品，佛陀的四大弟子从方便品听佛开示，三圣实为一圣，又在譬喻品看到舍利弗灵解，发心而得到受记，于是以信解品的穷子喻来表达自己的领悟与忏悔。佛陀接着为了说明佛法的一相一位、普披三根，而讲了药草喻品，提及无论三圣任何根基，所行皆是菩萨道，未来都会成佛。于是接下来在受记品就正式为这四位弟子受记了。爱受记呢，因为呢，在日生的地主啦，也已经呢，因为修行的过程啊，断烦恼，安尼慢慢断啦。那么，有的地主开始呢，开发心地，已经甲佛的心啊。那相契合来了，了解佛的心意啊，解知这条菩提大德道，也已经认清这条路，所以佛陀都爱来甲遮的人印证讲，对，你现在所了解呢，甲我的心怀。我的心已经契合了，我的心是你的心，你的想法就是我要讲的话啦。我讲的话已经变成是你的想法，对，就是爱阿弥呐，已经想的话，甲我的心已经契合了，你了解啦。所以就亲像世间那国王传予太子，安尼呢一代一代传落去吼，那企业家伊的财产、伊的企业传予伊的囝，同款的道理啦，因为安尼有受记品啦。尊刚读初六品基文了后啦，迄个时阵，伫受记品大声提高声调啦，甲大家人讲：现在我的弟子摩诃迦叶，以未来世，大家人听清楚，我的弟子，你想？偌亲切啦！
难道其他的不是佛的弟子吗？佛陀呢特别啦，就以家言呢，是我弟子，我的弟子大家言吼，那这就是佛陀用这么这亲切这个勉励啦，是安怎伊会当得到佛授记呢？那就是依教奉行。佛陀安怎讲？伊会当呢一念起佛心嘛，了解佛所说的法，坚定受持。有的人听听的过去啊，习气呢还是存在，假也存在。完全断掉过去呢所享受坚持呢迄、那个苦行哦，受得世间一切的苦，这些以修学佛法的热情，接受佛法对伊慧命的成长，以灵山回向，占花微笑。不多一个轻轻的动作，安尼提一朵花起来，竟然呢，大家人拢唔知影意思。大众中呢，唯有家业有表情啦、啊，微笑啦、啊，好不多赞叹啦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团心法。那不多的慧命啊，就是呢。家业爱传承落去，家业呢已经起佛心了啦，所以见道啦，看到这条道路，那就是菩提大德道啦。修呢就是修道，好这条路你爱知，你爱行，甲大家人报答大家业吧。伊已经呢，伊的心体悟到我的心，我内心本怀特别表达的法，一相一面呢，那家业呢，体解了啦，伊堪得受记。佛陀要为家业尊者受记，第三百万亿佛的期间不断修行，这时间要多长啊？佛陀跟人讲，人人都有积聚佛的智慧。依佛洞顶，真如本性。既然安尼甲咱讲啦，咱听，咱记伫心里。待人接物，人人拢是佛。用这种的心嘛，那每一个人呢，人拢会当该恭敬、尊重、赞叹。咱若会当安尼，嘛是咱的修行法门之一啦。唔免讲吼，安尼一世人，搁一世人啊，无量世呢，才会当拄到一尊佛。也嘛定甲大家人讲过啊，人人都是咱的修行道场，不管是善知识啊。正常言是咱的正常言，恶知识呢是咱的逆正常言，无不都是来增长咱的智慧，完成咱的学业，所以咱必定呢，拢爱用恭敬心，人人皆是佛啦。阿弥，诶，修行弘法三百万亿啊，鬼神世都会当完成咯。
这就是佛陀要受戒业未来成佛的记，那最后先成佛的名哇光明如来啦。这位光明如来未来所生的地方，就是功德这个国家，是以所修行以至成长的地方，就亲像咱，是啊，咱会生伫台湾呐，哈，咱过去呢，都是做安尼的因呐，咱已经日报伫台湾，伫台湾生活。台湾的环境吼，这拢是看咱家己的因缘呐。这呢就是果德吼，咱过去修的因，结果生在这个所在，光明如来，伊修阿弥的因，所以结果生在功德这个国土里吼。那国中众生呢？皆有光明及出世功德，人人都愿意修行，人人呢都愿意听佛法，吼，这呢就是啊，迄个所在真光明呐，啊，一个真富有的国家，哦，完全呢拢是大智慧者。那修行呢，都是修大乘法，成就福德啊，累积功德庄严的地方啦。所以这是一个随大悲愿力啦，佛与菩萨的共济一世吼，在这个所在啊，看到光明如来呀，伊呢？所住世的时间这么长啦，那迄个所在拢是菩萨啦，在迄个所在上淡大乘法，迄是偌尼欢喜的代志，予人真羡慕吼。所以啊，咱即摆嘛赶快爱对伊安尼修啊。家业存者受记，所以大家人啊，替家业存者欢喜啦。所以人人都有期待，提高了希望啊。阮已经呢发大心啦，总会当等到佛陀点名，我也会当。受记，密时就是这个时阵，那就是目犍连甲苏菩提和摩诃迦犍延等迦叶尊者已经被受记啦。即马接落来应该是阮咯，所以这个受记品呢是完全佛陀。心心密密啦，伫咧找种子啦，多一粒种子是成熟的，多一个人是发大心立大愿，也已经呢弃除烦恼，已经断了分断生死，同时呢，就是心嘛真定吼。也是修改、修定、修慧，这种无量已经完全清净啊！再过一旦发大心，堪忍的行菩萨道，在生生世世的人群中啊，传法教融佛。
四大弟子得到的寿记，佛寿都有十二小节乃至二十四小节，正法住世也都有二十小节乃至四十小节，并且都是国土平正，无诸秽恶，琉璃或玻璃为地，宝树行列，黄金为绳，以戒盗策，而国内人民都是无量的菩萨与声闻，这样的美好圣地。这个国土要下当呢，真正呢，安尼平和啦，都爱慈悲平等观。自然呢，咱这个国土啦，自然的天时地利，人心清净，国土都清净，自己感恩专修烦恼啊，好，定定呢，心都亲像粪扫，啊，定定讲话亲像气共款，烦恼心呐，亲像安尼。感得便利不净啊。那看到佛陀在为弟子受记，迄个依正依报啦，其实呢？这是咱描述咱的心地吼，心爱先清净啦，唔通受这个欲啊，无法度控制咱的欲心，在真济烦恼无明呢，那都亲像瓦砾荆棘共款，这种去惹来了真多呢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不管是至亲呐，或者是所愿的呢，拢是交结来了，爱恨情仇，真多啦。的苦拢是不平静、真坎坷的人生啦，惹来真多烦恼。所以咱激发菩萨的心。那都是爱力行呢，静爱先清净咱的心地，那爱身体力行以善法。菩萨的心地拢真平啦，那个所感的国度啦，世界平静吼，所以因为。行菩萨道啦，爱家己的心地，爱先调整好啊，爱真正的平静干净啦，无有受污染，啊，这一片心地净土吼，那才有法度呢，感得未来呢，这么正清净的国度，尤其是土地啦，啊，真。干净，亲像琉璃吼，玻璃同款啦吼，那玻璃为地，玻璃啊，就是表示真透彻清净。这大地呢，这心地的体质啊，迄种就是最上宝的境界，咱的心都爱。修到安尼的程度啊，这个心地的干净，干净干呢，亲像玻璃，这么正透彻，就亲像安尼玻璃琉璃的体质同款呐，遐尼正上等的宝吼，那宝树庄严呐，黄金为神，这是譬如。菩提愿行，咱要心地遐尼清净啊，咱必定呢爱发菩提心，菩提的心愿呐、啊，咱爱身体力行呐、啊。
黄金为神，那就是表示咱觉悟，咱的愿力起来，身体力行呢，咱不偏不倚，了解空的道理，那体会啦，咱爱行正确的道路，咱的意志爱坚定，咱呢爱亲像金刚同款。不必伤害，这种坚刚，这是咱发心的愿力吼。这个国度啦，就是伊的身体力行啊，在佛法中，在立令军中呢，去做大福音呐。所以现在呢，所讲的是大福果啊，那这种信心呐、啊，都在佛法中呢，身体力行呐、啊，搁接落来呢，那就是伊的观想，无有四恶道，无有苦难的人呐、啊，无有无明烦恼的众生呐、啊。拢是呢，好熬佛法啦，拢是呢，认真听法，听法了后发大心的人呐、啊，这就是伊的观想。总共一句，学佛爱用心，时时呢爱清除咱的心，唔通有杂念，唔通有歹念，也阁都爱。殷勤精进，好好修行，清净心地，庄严心地。那安尼呢？那心净土净，来生来世呢，大发入灵群中啊，净化人心。这就是咱学佛的方向。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Thank you.